Hello， 各位好，在这次 CES 2015呢，我们 QNAP 与 AMD 共同合作推出一系列的全新的 TBS X63 Plus NAS。那它是基于 AMD 四核心 2.4 GHz 处理器的 SoC G 系列处理器的 Turbo VNAS， 它搭载了 4GB 以上或以上的记忆体，更可以扩充到最大 16GB， 然后内建两个 DRB 的网路口。那另外，在 TBS 863 Plus 在我们联机旗舰机中预载了一个 PCIe 的 10G 单波网路卡。那其他的机种呢，你可以选购10G 的网卡，甚至到两 port 的。那另外呢，这边有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 HDMI 输出网输出口，所以你可以同时连接两个 HDMI 屏幕做影音的同时输出。然后这边呢，也搭载 QNAP 独家的 QVPC 技术，让你不仅可以透过 HDMI 连接到一台电脑屏幕，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跑另外一个 Windows OS 以这样为例，那甚至也可以做监控的本地端的监控。那另外它也有支援硬体加密功能，可以提供高达400 MB， 每秒400 MB 的传输速度。那在 10G 底下的话呢，它可以提供高达1000 MB 以上的传输速度。那另外它也有硬体加密、硬体转档技术，可以让你即时转档 1080p 的影片。那 HDMI 呢，可以输出 1080p 的影像到这个一台你的家用1080p 的电视上面做影片的播放。那它也预载，它也可以有搭载 XBMP 最新的第14版 Kodi 的版本，可以让你做 1080p 的影片播放。那以上就是关于 TBS X63 系列的 NAS 介绍，谢谢。